领养人，那个好小啊！又来领养毛孩了，要领养柯基宝宝。哎，都说给你们找个家。看看看看看看，二十斤总不行，看看看你大了，看你大了。就好了，听话，看哪蛋，乖宝。哪蛋了？看看。得两三岁了，两三岁了的。这个是最粘人的烟熏妆。去去。你还找到哪？那儿呢？这里吧，在那个。还有那个。看，等领养呢，快来呀，孩子们！这个黑的是啥？盲犬吗？这黑狗狗，它是小串串。啊，这包括跟外面这个拉的好像。你都指不动它。这拉布拉多想找个家庭呀。太大了，宝宝，人想领养个小狗狗。柯基，柯基，过来，宝贝儿，过来，说你呢。宝贝儿们都来我身边了，快来找家庭了，柯基。柯基宝宝，过来。不行，宝贝们，你们是大狗狗，人家领小狗狗。别打架。哎，又来一个。柯基宝宝，那个是不是柴犬？那个不是，那不是小柴。为啥？嗯，它是大耳朵的，它是大耳朵狗狗，大耳朵的，不知道啊。快点找家庭吧，柯基宝宝，快过来，好。领养人要看看你，可能要把你带回家了。哎呀，我都说要给你找个家。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哎哎，疼了，疼了，疼了！领养人主动找一个跟他们关系好的小宝贝儿，亲人的。看这么多毛孩跟着他们准备领养，他们选走一只。没有背背的，背背。我屋里边还有没出来呢。你好。哎，你动不行吗？哎呀呀，好好好。他们这外面一圈好多很感兴趣。哎呀呀，应该就是跟你亲近的。对，我们就是想看看。我是想把那个抱出来看看亲不亲我们。不亲，那个小孩你不亲。一会儿你们可以进去一人去感受一下。有一个烟熏妆那个特别亲，是吗？嗯，就我刚才抱那个特别亲。他家这个狗，这个柯基也亲你们。出来点，小心点，他绑着你。要不然就。
过来宝贝儿。这多大了呀？这个我看一眼，看他小牙齿。哎呀，他一只狗。他牙齿要白白了，就是年轻的狗狗。好了，贵狗啊，白狗啊。你看我这牙吗？有吗？看牙，宝贝儿，乖宝。能听懂过程这个。乖宝。这个训过呗。乖宝宝，这肯定训过别人不要的。嗯。这个二。训过。对。来，宝贝儿。你别拱我了呀！不要。你行吗？柯基。我现在真的我腰现在有问题。来，看看牙呗，行不行？他好喜欢你。好、哦。不大不大，这个不大。哎呦，他老这样。来，我帮你分担一下吧。哎呦，看他牙齿雀白的话，没啥事儿就不大。好了好了，你不帮我分担一下吗？他过去找你，他就稀罕你。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宝贝儿，来宝贝儿来。他可能喜欢花露水儿。好，这个都是。这个太轻了，这个是。不大，就是成犬。嗯，当时挺好看的。啊，你看有尾巴吗？嗯，这有家啦。他一直针对他，他去哪儿就来打过架吧？爸爸，你来摸摸这个呀。他现在可舒适了，给你换人。不是，这怎么扎了？你瞅瞅。我换了。不是，你瞅瞅，这个没动过，咋打包呢？谁？扣他一口。嗯，哎，开始喽，开始了。不动了，他在怀里不动了。这不行，这蹲下就走了。这么干的？现在省嫂都没省嫂了，没省嫂就刚生下来母亲的，这种状况。我觉得这食堂挺好，还行，你看比那兄弟食堂管理待着。可以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快点，让你摸他。嗯。啊。这个老亲了，我跟你说。烟熏妆柯基宝宝。对。都很亲热。这是什么泰迪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泰迪。这应该是只泰迪。我这么长的泰迪吗？这不行、啊，这个泰迪老了。哦。嗯。你这个老宝贝了。嗯。这你别洗。回来找你了。嗯。回来找你了。我约你可以。是他吗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他。是他，就是他。就是他。这屋里现在这院里面就三只泰迪，两只断尾的、没断尾的，搁那儿。我都这样了，真的。我这你听你怎么的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行，我觉得你要领它还可以。不动地方。有点感觉。还有两只法斗。嗯。对。没有听你的吗？宝贝。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行了。也还行。也还可以。没有你那个那么没有那么强烈。过来，宝贝。嗯。过来。你把他准备点儿。就是他总是在中间，就是插着你的。嗯，我就插了。那、啊、我就试那个是不是。你再试试那个，不行的话我就不插了。就是想给他看看到底多少点地方。领养了，领养了，有位大姐做下主子，孩子就有家了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走吧，姐姐，两个一起抱着吧。好，那过了。啊，过了。过了通过了审核。走呢？走吧。走吧。一定要开车。姐，你现在他们一会儿去医院检查身体是吗？哦、对。对。嗯、啊。走了，一定要幸福。来来来，你能幸福吗？这还有一只。啊、哦，两个孩子都被领养了。抱抱他。抱起来他吧，抱着走吧。
在家养两天的，带养两天。我先要不他把他跟你不出去，咱俩连看看这些宝宝。他容易跑出去，都跟你熊一熊，你再熊一熊吧啊。嗯、走了，孩子们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这只还挺开心的。嗯，你这只就是。都走了，刘维大姐。来，跟你的爱人说拜拜。一定不要丢人。不能不能。全他已经把狗仓救下来了。明白。一定是带上金链，但是这两天了，熟悉完了再带金链出溜吧。你不熟悉，当然也挣开了。我懂。对，熟悉完了再带金链。走吧，快上车了。怎么？哎妈，还挺沉的。你那个都已经轻多了，这个没沉。就抱一下，一直抱着，一直抱着。拜拜，柯基宝宝。柯基领养了。领养了两个，就兄弟烟熏妆俩都领养了。拜拜。来，你要干啥去呀？老星，老星来。这，来，不老星。